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南国早报微信公号消息，河池环江一交警酒后驾车肇事，致一死四伤。12月3日下午，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该案。庭审现场事件回顾，2017年4月30日凌晨，环江林业局门前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一辆越野车突然冲向路边一夜宵摊，导致正在吃夜宵及附近的五人受伤，其中一人因伤势严重不幸死亡。据了解，时任该县交警大队事故处理第二中队中队长的莫某勋，当晚与朋友聚会大量饮酒后，将送自己回家的朋友骗下车，自己坐上驾驶位，以超过7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在环江县城内行驶，最终因酒后操作不当酿惨剧。事故现场事发后，他直接倒车逃离现场，在距离现场几百米之外再次失控撞上路边一棵树。最终警方在距离事故现场数公里之外的工业园区内发现了肇事车辆。当时该车辆已严重变形，莫某勋被困在驾驶位。经检测，当天莫某勋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 283.5 毫克100毫升，远远超过 80mg/100ml 的国家关于醉酒驾驶的标准。检察机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莫某勋提起公诉。一审判决2018年12月3日下午，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该案。被告人莫某勋作为事故处理中队的交警，在熟知醉驾相关规定及本辖区内道路限速规定情况下，仍以酒后血液酒精含量超国家醉酒标准多倍，超速一倍以上的速度在城区驾驶车辆行驶，造成一死多伤及数辆车辆损坏的严重后果，社会影响恶劣，庭审持续不认罪，严重影响执法部门的执法环境，应从重处罚。最终其行为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，一审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。原标题重判，河池一交警酒后驾车肇事被判14年。